我们在这里的情况急转直下，指挥官们。此次采矿行动，但是没有你们的保护，恐怕我们还没来得及。我会把我们的飞船坐标发给你们。如果你们能在任何一艘飞船周围建立。 是个不小的麻烦，但 A 梦的部队。 攻击！现在听好了，你们必须挡住感染体。我们的部队与敌人交战了。 好了，那艘飞船已经安全撤离了。
家。 别误，守住防线，指挥官们，与敌人交战。
再多丢几颗爱心来激励一下我的小伙伴们。知道。